大家好，我是萱萱。今天我们完美研究室呢，带大家来到一场呢非常重量级的产品上市记者会。听说呢，它是史上第一支可以有效改善你皱纹的产品，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嘞？马上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研究员自己本身呢，就是为了要尝试这个产品的效果。那现在可以看到的照片的呢，右手边呢是它的法令纹使用的照片。其实这个成分呢，它是由四种氨基酸诱导浓度组成，它能够强力的阻断皱纹生成的原因，还有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的一个活性。那这个成分呢，我们将它命名为 Neo One。在日本呢，有60%的女性呢，她们对于自己的皱纹有非常大的困扰，而很多市面上的产品呢，大部分是用保湿的特性来让因为干燥而产生的细纹呢，来获得一些舒缓。不过呢，这一支 Pola 的驱皱精华霜呢，它可以有效的改善你的细纹，而且呢，它也是获得日本初次认证呢，可以有效改善皱纹的药用保养品。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？我们马上请专家来为我们解答一下。其实我们皱纹产生的原因呢，其实除了照射紫外线之外，其实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每天呢都会承受非常多的一个表情压力，而导致呢我们真皮层呢产生凹陷的一个原因。那这时候呢，其实肌肤呢就会释放出一种酵素，来破坏呢我们肌肤底层的一个组织，像是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等等，所以让我们的纹路呢越来越深。那这支驱皱霜呢，它主要呢是 Pola 的一个独创 Neo One 的一个成分，能够呢有效的去抑制我们真皮层的这个酵素呢，不要过度的去分解我们的胶原蛋白跟弹力蛋白。那到底要怎么用？怎么用？大家一定想要马上知道。每天的早晚在化妆水跟精华液后面来做使用。那必须要特别强调，就是说，因为它本身亲水性非常的高，它是没有添加任何一滴水的剂型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借由就是肌肤的一个滋润度，来让这个精华的这个起到成分，对，能够渗透到达我们的真皮层。那基本上呢，一个部位的纹路呢，我们使用2厘米的大小，上完之后呢，然后再用指腹，指腹呢跟我们纹路的方向呢呈垂直状来做，所以像我们的法令纹是这样子嘛，对，那我们就是呈垂直状，这样子使用。那眼睛的话呢，就是鱼尾纹啊，是这样子嘛，所以呢就是往上，然后重点是都是要由下往上，对，才会有拉直的作用。对，那它其实会做像这样子斜切口的一个设计，其实主要是可以让我们针对纹路的地方可以去密贴合我们的肌肤。你看我的左右手有擦跟没有擦的地方，它纹路真的的确有变比较抚平。哇，听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很心动嘞？我跟大家说，这支产品据说在一年之内就卖掉110万瓶，我算一下，这样等于是10秒钟就卖出一瓶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不止这样子哦，它还同时获得了40项美妆大赏的冠军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一定要马上赶快去体验一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